日月潭带爸爸妈妈畅游，先去了水里羊肉王，品尝了湖光山色中的美味午餐。接着我们去游览了柳家梅园，欣赏梅花绽放的美景，为旅途增添了一份浪漫。下山的游客中心是观赏落羽松的理想地点，山水相映成趣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租辆自行车骑行环湖，感受微风拂面的宁静与湖光山色的美丽。坐在湖边散步，尽享享受宜人的湖畔风情。不可错过的是乘船畅游日月潭，领略湖光山色的迷人景致。搭乘缆车还可以前往九族文化村哦，探索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。在文武庙祈福，感受传统信仰的庄严氛围。一定要进去逛，这个庙非常大，里面大有风景。晚上到益达少商店街品尝当地的美食，丰富的小吃，选择让味蕾得到满足。我们住在丽丽哲园，打开窗就能欣赏到湖光山色，为这次旅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如果你也喜欢日月潭，马住这篇攻略一定会让你满载而归。